应该会选择国画吧。可是不是大，就是国画，很多人都是只是单纯摆在那个粉布里面，或是躺在。但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会选择会挑生前喜欢的地方，然后各撒一点点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就是虽然这样听起来很恐怖之类的，就是可能在公共场合在那里撒骨灰这样有点奇怪。可是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，如果你撒在哪里，那之后死后你就是会在那个地方。那我不希望就是我一直被束缚在同一个地方这样子。如果我在各个地方都有撒一点骨灰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在各个地方出现。谢谢大家。